我们杀猪杀的有点晚了，先一锅煮煮猪肉，煮熟咱们就放了几两三锅小锅。学杨明明叫什么？你学他，你就会变成他的。确定看的？对不对？那都不加我吗？今天晚上老表叫几个朋友，人还没到齐。眼镜要掉了。好齐，等一下咱们就吃饭了。大家都来吃泡饭。你干嘛？啊，我冰箱的吧。别了，别了。嗯，那那那那叫这人，只有那代表了。好，那你不叫嘞？梦魇来了，把药。你叫嘞？我来了，我不是不投啊。那么